怎么样，小娟老师？看了这个尼姑庵之后，有没有一种冲动？哪年你有啊？不行，我嘴裂开了，太干了。我刚一没憋住，我就嘴裂开了。捏的，捏的呢。完了，出血了。大理真太干了。最美尼姑庵，全都是多肉。但这个地面上是佛的那个符号，这是奔的，也是用多肉做的。我是第一次看着这个香炉，居然烧的不是香，是多肉。两边的绿化也都是多肉。我给你这两边扯下来的也是剁肉，这里还有斋饭。太用心了，这里面有一个戒，就是离这个花草戒，就是你如果要拍照可以，但是你必须要保持一定距离。如果要是触犯这个戒的话，就是他就不欢迎你。这还是很有意思的。这个花船，多肉船，我这边一直延伸过来。好多人在这里拍照。哇，这边也挺漂亮的。哦，看这个，哇，这个好漂亮。看这些小景都是，这是这个尼姑庵的自己他们做的。里面还有小鱼，就这次来大理，我就觉得看了这些小的园子、小的园林，有很多都不是，就是科班出身的人做的，但是共同点就是大家都很喜欢，
有心来热爱，然后这种喜欢的东西呢，他做出来就是他会不拘小节，然后他不会做的那么精致。在有些时候这个商业地产啊做多了，脑瓜都做的嗡嗡的，完了画了几张 Procreate 的那种图，也觉得自己还挺牛的，但这种东西感知就很弱。用心做的东西是能看得出来，在这个山林里面吃斋饭了。哦，是，哇，这你都看着，哇，是的，在上面，是的，哎，这怎没想到咱们住的附近有这么有意思的地方？我走的，是，我以为苍山就是爬山呢。樱花是吗？反正大连哪哪都是樱花。我们家水钱不好了，听到没？我们也领了一个斋饭的饭票。啊，又是多肉酱。嗯。哦，这么多人来领斋饭？没有。哇，这还是今天，星期二，也不是什么周六周日。这要是假期的话，估计人更多。啊，这边有一个花郎，月姐。这个月季开的时候要应该好漂亮，这个。哦，我看。破车，哇，没你车这，是不是很好？小花园，小菜园。
嗯，好吃不？好吃。我应该能在那过二十多年了，第一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吃这个斋饭。我上一次应该是十几岁，没吃过。那我第一次吃，没吃过斋饭，没有没有，第一次吃。第一次吃斋饭。我也是第一次，是吧？那两个头都不来。哎呀，舒服不？还是挺好的。媳妇选的地方没错吧？没事，你媳妇怎么了？鸡大，茶叶大。啊不不不，怎么这么香？啊不不不不不，雅园一个茶叶大，味道很正比的，茶叶大很香啊。这是你、啊、这是你录的。茶叶大的太香了，雅园一个，来一个。啊不不不，好的，下次。先吃饱吃一口啊，这香喷喷的茶叶大。多少一个？多少一个？雅园一个茶叶大，好吃的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来，好的，我们下次的，谢谢。啊不不，哪一点？